第二次的运力赛，运力赛的冠军啊，那你要谈谈感想啊，首先是戴了红帽子怎么按住他们的？好运当头，绿的。感想是我今天特意不穿粉衣服，我知道老康是虎视眈眈，肯定会穿，虎视眈眈的冠军。好成绩，只要和老康在一起，好成绩就出来了。每次一见到老康，我就这个状态就来了。不许扯淡，好好采访录。然后第二个概念就是，第二个是今天见到西部大哥参加我们的活动了，这个心情比较激动，所以状态又来了，又来了。他把我摁住，是他把我摁住。今天这个是感谢这个华哥安排我们今天打这个月历赛，我感觉这个场非常漂亮，很漂亮。很多树在里面圈形，特别是这个球不容易丢。没有水，对吧？可以避免水货。所以感谢 Michael， 然后让我们度过了一个很愉快的下午。越做越好哈、啊！对，希望华哥网越办越好，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壮大。好，我们鼓励鼓励，挂机挂机。好崇拜你哦！我也挺崇拜的。